告诉你啊，以后吃饭没胃口，你就像我这样做一个凉拌娃娃菜，酸辣爽口，好吃又下饭。首先娃娃菜去掉根部，再改刀切成细丝，切好的娃娃菜撒入适量的盐抓匀腌制十分钟，杀出多余的水分，不需要清洗，直接捞起挤干就行。然后加蒜末、葱段、干辣椒，一勺辣椒面，热油激发出香味，调味加白糖，一勺生抽，半勺陈醋，少许蚝油，最后放入一把花生米和一把香菜，抓拌均匀即可。凉拌白菜这样做酸辣脆爽，真的太好吃了，喜欢你也动手做起来吧。